看看它的豆花，也蛮大一片的。今天来到恒光街，要给大家推一个木香豆花，它就在前面，就是个简单的小摊车。还有吗？稍等一下。好的。等一下，老板。那有三混豆花、两混豆花、随意豆花、柠檬豆花、白豆花。好，那我今天就买了。好，谢谢。今晚买了一个木香豆花小摊车。那这个虽然是个小小的摊车，但是它生意可好的嘞。来，今天我买了它的豆花，来看看它有什么料吧。来，豆花，我把它倒在大碗里面好了。我们把它倒到大碗里面，我看看它的豆花，也蛮大一片的。红豆加花生是我今天买的，在吃完了木香豆花之后呢，那我觉得它的口感上很 OK 啦，不会很甜。那它也很特别，就是说它每天5点来卖，傍晚5点，它卖完它就离开了。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来多多益善，尝尝看它的豆花，喜欢的可以来试试看。那谢谢大家的观看哦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